哎呀，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突然来袭之毒评论。哎，其实如果这个逼真的缺素材，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不知道说什么，祝你七夕发财吧。那我就祝你七夕牛逼吧。费翔米吃完了吗？没有。好硬哦！大概啥时候为蒜蓉酱代言？记录生活的蒜蓉派。就如果有什么蒜蓉酱厂商，如果觉得我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就是，是不是我们可以达到那种非常过分的合作？大概你愿意用你20年的单身换你所有粉丝都有对象吗？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七夕想听派派唱情歌，不是，我对唱歌又不是特别擅长，但如果你特别想听的话，那就。夜里做了美丽的梦。祝你永远单身夜。听听你又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想知道你亲哥哥长什么样？我好像挺多人想看我亲哥长什么样。那今天我就给你们看一下，不要眨眼哦。看到了吗？就是长这样。注册商标了吗？第一次评论就超脆的心。对了，最近商标这事好像确实特别火爆，金汉卿的商标就是被人抢住了。当然我也有注意这事，所以商标这事的话，我这几天我会把它弄好的。北方四亿是非方四亿。嗯，蛋哥喜欢蒜蓉扇贝还是喜欢美女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不喜欢蛋黄派的蛋黄派，你没什么叫蛋黄派呢？嘤嘤嘤！如果读到我，一定要嘤嘤嘤啊！嘤嘤嘤！我一拳一个嘤嘤怪。不过纠正一下，你字打错了，是为什么？打成没什么了，我都不想回答你了。派派如果读我评论的话，手抄一本新华字典。记得把房间号给我一下，快点吧，求你自拍一张，就当做送我的七夕礼物吧。其实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自拍，但是如果你们这么喜欢看我的帅照，那就准备好截图吧，不要眨眼睛。截吧，截好没有？帅不帅？看看有没有什么治疗黑眼圈的办法。你忍心吗？不过我觉得方法话早睡早起吧，单身久了看蛋蛋都有点眉清目秀的样子了。这句话有两个含义，就是你从一开始就不觉得我眉清目秀，觉得我是个丑逼。第二就是你单身了贼久以后，你终于觉得这个丑逼眉清目秀了。也行啊你，你要水视频了是吗？你这句话我就不乐意了，什么叫水视频啊？这不是太久没有互动了吗？是不是偶尔要跟那个观众互动一下？是不是这么好脖子你们上哪找啊？下一个，看看你真的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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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。妹子良心想被赌一次。好了，赌也赌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快快摸着你的良心读出我这条评论，你觉得自己帅吗？挺帅的呀，贼帅，帅出天际。礼貌问你是什么品种的屌？什么品种的屌？我怀疑你在搞黄色，但我没有证据。你这么可爱帅气，所以可以考虑把你哥哥的联系方式给我吗？你在想屁吃？只要滴一滴就。非佛是意。读评论，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您翻过我吗？我哭了，这不是烦了吗？哎，真是的。哎呀，嗨。我喜欢你快30年了，你呢？我做视频才不到2年了，你怎么就喜欢我30年了？哦，不对呀，我20岁都没有，你怎么就喜欢我30年了呀？你个加分生。蛋哥是哪里人？一直很好奇，感觉像四川这边的，又像广东的，但是身高让我觉得你是山东的。哎呦，好像有点押韵了。这个就很巧了，我是广东人，但是我以前工作的地方那里都是四川人，所以稍微学了点四川话，然后可能长得体型比较像山东的，但是准确来说我是广东人。拜拜还会测评啥样的100元？现在其实我还没想清楚，但是如果你们有非常好的100元系列，可以推荐给我，说不定拍就你们推荐了。你反思一下七夕人家过节你读评论是个什么原因？这不是大家都单身吗？就给大家还哎什么？就我单身哦，那不好意思，我以为大家都单身了，原来就只有我单身了。我太难了，可我最近我大概曾经暗恋的那个女人是怎么样的？就是那个，她真的是那种很少见的那种，她的眼睛像绿豆，鼻子像头蒜，牙齿尖尖的，很可爱。遗憾的是那天太黑，没能看清楚他的胸。你欺人太甚，我忍你很久了。对于我这种只关注、不评论、不转发、不点赞的粉丝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希望你在这视频给我点个赞，转个发。啊！你仔细看看，我头上突然冒出了个什么东西。我希望你看清楚了，明白了吗？OK， 那么这就是本期的读评论了，可能稍微有那么点短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下个月我还会继续做的。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就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帮我点评论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